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从台湾看全球》。蔡英文在这个星期就任了民进党的党主席，大家都知道，这可是他第三度披上战袍了。而一上任呢，他就揭示了他自己有三大任务。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揭示在本节目当中要探讨的这个主题。他自己说的这三大任务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年底的2014的七合一的选战，好，对他来说，这就是他就任党主席之后的第一张成绩单了。那么另外呢，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对于蔡英文的关注，主要是来自于大家看到他就会想到，他应该就是会代表民进党直接挑战2016的那个最后的这个人选。可是上一次那个执政最后一里路，这一次小英他能够克服吗？所以有的人说呢，事实上蔡英文这次上台了之后呢，他首先就要跟这个马英九来对决，对决的当然是2014的这场所谓的七合一的选战，而另外呢就是要对决这个朱立伦了，因为他们两位现在看起来都很有可能会是代表国民两党来挑战总统大位的人。而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注到的就是所谓的两岸政策了。在上一次的这个小英的这个挑战这个总统宝座的同时呢，大家认为说所谓的空心菜来自于他的两岸政策不够明确，因此尤其是在太阳花的学运跟服贸的争议之后，两党的中国政策其实都面临了这个考验。那么到底这个小英这一次他的中国政策有没有办法在路线上更为明确，这是我们值得非常关注的一点。无论如何，在蔡英文就任了第三度披上战袍之后，也使得整个的年底的选战就升温了。国民两党都是2014的选举呢为2016的前哨战，两党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位来宾。在我右手边的是实践大学的副教授赖岳军赖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的副教授郭振亮郭教授。大家好。还有新北市市议员陈明义陈议员。大家好。在我左手边的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费鸿泰费委员。大家好。还有民进党的发言人林俊宪林发言人。大家好。资深的政治记者康仁俊仁俊。陈教大家好。好，各位观众，我们知道蔡英文回国民进党的党主席，而今年年底的七合一选战呢就是他的第一个考验了。而在另一方面，近来炒翻天的所谓两岸议题啊，有包括施明德跟苏琪等的蓝绿人士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大一中架构，但是国民两党都冷处理，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以下的报道。印信交接，从现任主席苏贞昌手中接下印信，蔡英文正式回国担任民进党党主席。我们将成立2014选举对策委员会，务必尽全党之力，以最大的动员来打赢这个选战。民进党的世代接班将从现在开始。蔡英文走马上任，大打外交牌。原本苏系的政策会执行长吴钊燮转任党部秘书长，新系段英康接下政策会执行长，谢系赵天麟担任中国事务部主任。新人事布局放眼2016，但年底的选战也是硬仗一场。新北市长朱立伦传出不角逐连任，要拼2016，至今态度暧昧，也让绿营参选人看不下去。提名的事情本来就是政党有他规划的时程嘛。所以市长，你有考虑过提名吗？没有啦，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过的。那怎么一天换一个？啊，是真的假的？我想无心市政，什么人来都是一样。除了拼选战，两岸议题近来也吵得凶。为了解开蓝绿恶斗的僵局，施明德、苏琪等人提出了“大一中架构”宣言。大一中架构，意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以共视觉处理双方关切的事务。蔡英文回国，民进党党主席蓝绿再度形成双鹰对决的局面。无论选战还是两岸，这次谁输谁赢，大家都等着看。好了，那么这个蔡英文呢，这个重新担任这个党主席之后呢，大家又把这个镁光灯的焦点呢聚集在他的身上了。那么当然有很多的议题是值得讨论的。那我最近呢，我读到这个吕秀莲前副总统啊，对他的一个评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小英啊，实在是一个三高的人，能力高、学历高、福分最高哈、希望他能够好好表现，然后呢直接挑战这个2016的总统大位，看有没有办法来克服这最后一里路。而至于小英自己呢，他一上台啊，就为自己揭示了他有三大任务哈，可以想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年底的2014的七合一的胜选，第二个呢是政策路线的确立，第三个呢是执政人才的培养。好，
这个等一下呢，我们会进一步来讨论这个年底的大选的这个胜利，到底对于国民两党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操盘，能够胜算？那么事实上呢，在太阳花的学运之后呢，很多的民间的一些声音出来了，那包括两岸政策，它或许也会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郭正亮。好，我们的郭教授好了哈，因为我知道小英上台之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要做人事的布局嘛。对，据说你对他的人事是给予高度的肯定，你觉得有没有遗珠之憾？遗珠之憾、啊？对呀、啊，你就没有被征询？哦，没有没有，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基本上民进党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整合了，对，所以没有一定的实力，你说新面孔去也很难做事。是，那为什么你对这个名单会高度肯定？因为第一个哈，它基本上完全世代交替了，啊，我们几乎可以预期了。比如说未来，因为立法院党团主要的议题都是牵涉到两岸经贸，嗯哼，所以政策会是段宜康，这是新潮流，对。然后中国部是赵天麟嘛，是谢系，是。那他们势必会在中央党部形成共同的意见嘛，那这个等于就是整合了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也就是说，党中央跟立院党团合作会更紧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不会出现，大家都觉得民进党好像政策还没有定调了，啊，比如说未来很多争议嘛，资金区也好，监督条例、是服贸审查等等，对对，所以比较可以笃定的就是说整合会做得比较好，嗯，而且如果再加上立法院小英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立委啊，比如是陈其迈、萧美琴还有蔡其昌。这些人可能会进逐党团三长，嗯，所以我认为柯建铭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OK， 好，也就是说整体听起来呢，我们发现呢，大家呢对于这个蔡英文这次推出的所谓人事布局呢有新的思维，而且主要的呢就是所谓的符合了怎么样世代交替，对，同时还有什么派系的平衡，对，他几乎网罗的一些不同的派系，主要的一些新生代或者是中生代。那我请教一下费鸿泰委员，对，就说从国民党的角度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时代不是滋味？因为每一次如果国民党不管是党务也好，或者是执政团队也好，推出什么名单的话呢，大家认为说哎呀面孔太老，或者总是那些人换汤不换药。可是这次小英他的所谓人事布局里面，却符合了一般人认为说世代的交替，或者是网罗了各个不同的这个人才。所以您的观察是什么？我顺着郭正亮教授的话哈，其实也就是立院系统啊，嗯，不管在他的党中央啊什么样的角色，都是充分的去跟立法院在对抗啊，不在配合，嗯，目的是要跟国民党对抗啊，嗯，其实因为民进党现在是在野，所以呢，他的政策当然要这个，你说让他去去执，他不是中央不是执政党嘛，当然就在立法院去表达去陈述他的一些政策哈。我想主要是这个东西，跟倒没有什么新面孔嘛，因为这些人都是蛮资深的立委了，也不能说他是很新。嗯，换句话说，民进党现在是走的是议会路线啊，也就是因为虽然高雄、台南是他们的执政县市，但是毕竟呢属于地方的政府，在中央的政策还是在行政院跟立法院。嗯，我想这个他们只是把他的立法院的这个路线呢更加强一点而已。是 OK 好，如果我们来看看这次民进党的新任党务主管的这个名单来讲的话，我继续请教一下我们的赖教授啊，因为很多人说在这个名单里面呢，最为亮眼的呢，就是让赵天麟来出任中国事务部的主任。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赵天麟是属于这个谢系嘛，对不对？而谢长廷先生前主席啊，他在这个民进党内呢，他整个对于两岸政策算是比较积极一点的，是的，而且他自己也访问了这个中国大陆，是，赵天麟也跟他一起去过，是。所以赖教授你怎么看？哎，在这个人事布局里面，因为大家一直批评说其实小英最欠缺的就是他的两岸政策并不够明确，是。那现在他这个引用的这个所谓赵天麟以后呢，是不是表示他的两岸政策也会相对的比较积极？我觉得他的两岸政策里面基本上是比较跟谢就比较接近，嗯哼，只是说因为由谢来出面来讲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蔡英文来讲，他就是在后面一点，嗯，好，所以我也看到当时在成立中国事务部，到底是要中国事务部还是要大陆事务部的时候，那么有意见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到当时谢长廷表示他的一个有关于中国的论述的时候，嗯，其实蔡英文很多的时候是在旁边做支援的，好，那么现在他当党主席了，他把这个谢长廷的力量把他拉到了来负责这个两岸事务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了，嗯，那么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他已经把他的态度已经表得比较明白了，嗯，也就是说他不会往
深绿的方向走，他是会往这个中间的方向在走，因为谢长廷的这个两岸的态度在整个民进党里面其实是最清楚的。如果说我们讲说，假设民进党所有人对于这个两岸的态度，我们把它分成光谱的两端，有一端是很毒的，假设是一定要决裂的，但是呢，如果往中间靠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谢长廷是最往中间靠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啊，也就是说他最愿意跟中国大陆有比较多的交往，比较多的合作，那么在探索想办法要找出一个解决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这些难解的问题的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政治领导人之一了哈。所以我觉得当今天蔡英文启用的这个赵天麟作为这个谢系大陆政策的一个主轴的论述，当然我们强调只是一个主轴的论述，因为中间还会有不同的意见会一直加进来哈。但是至少整个轴心如果由谢长廷的系统他们来去铺陈的话，对，那么中间不管再往右一点点或者往左一点点，在拉扯的中间里面，我想这个都比较好解决。但是呢，我是有观察到这个蔡英文他提出三大任务啊，其实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016年要赢得这个选举。好，你看，例如说我们先从最后面来看好了，对，例如说执政人才的培养不就是影子内阁的一种暗示吗？是，也就是说在第三点里面，执政人才的培养就是换言之也就是蔡英文他可能要开始准备把影子内阁推出来，因为我们以往长期以来在台湾最被诟病的地方就是这个总统选上的时候到底是谁当选什么位置，其实之前没有人知道，不管是马英九也一样哦，之前也一样，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放在口袋里面。可是我觉得蔡英文这样的一个在他当选党主席的时候宣布的第三大任务就是执政人才的培养，我觉得他就在预示他会走以前不一样的路，就是影子内阁要开始铺陈了，所以他目标2016是非常明确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政策路线的确立也就必须要定一个跟国民党的确有区隔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分民进党跟国民党，把大陆政策拿掉以外，我们常常发现几乎没有区别，我们很难分出到底哪一些是民进党的主张跟国民党真的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我们发现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主张根本性的不同就大陆政策这个部分，但是如果把这块拿走的时候，你民进党怎么跟国民党有区隔，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政策路线确定，换言之也就是说小英他可能要定一个大方向，这个是未来民进党要活动争取的方向中。好，那我觉得年底总统的年底这个七合一的选举那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其中选举。对，可是蔡英文的危机不能讲危机，就是说他的风险在哪里呢？打平手或者小胜都算败，小胜都还算败，都算败，因为他要赢得很漂亮才算胜。对，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情况士气差，执政绩效差，人民怨声载道，那么对国民党的评价这么的低，这么的低的，要赢本来就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只是小赢的话，那就是表示你民进党是有问题的，可是如果大赢才符合民进党的本质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如果打平手或是小胜的话，对蔡英文都不算赢了。如果只增加赢台中算小胜还是大胜？大胜了，这么大的一个。好，这个在这个林俊宪这个发言人啊，继续要回应到底刚才他们所谓对于这个胜选跟败选的这个评估之前哈，我先请这个国民党籍的这个民意兄来回应一下，因为刚才赖教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事实上呢，小英他已经是有备而来。而且呢，外界就是他这个民进党内似乎也给他非常高的支持，也没有办法，因为对于民进党来说，要拿下这个执政，这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验了哈。那相对于这个蔡英文在党内已经形成所谓的这个共主，那反观国民党的党主席马英九先生，他自己在执政上面呢是这个面临了最低的这个所谓满意度，那同时党内还曾经出现说请他不要再兼党主席了，所以这两个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党主席这个位置上这个高下立见，会不会给国民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首先我想对马英九主席这六年来的评价，我想你打开说这轮节目都听得到，也不需要我再加码浪费大家的时间。倒是对小英这件事情我有一些些看法，这当他一就任，大家国民党给他还是回他一句话叫空心菜，其实不厚道但真不真实，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为什么这样讲？你说贴钱，又说人家讲的是不厚道，有点矛盾。因为那个东西可以，那个东西可以在坊间口耳语去传送，不应该拿到台面上来攻击。跑路不明白。那我现在来强调说，他的三大任务哈，其实三大任务都是很模糊，而且是很抽象、不真实的。路线的确立，就他我看到的资料，他是说希望他们政策路线的主张更贴近民意，而不是更确立。那我刚才。刚才亮郑亮兄讲出我的心情了吗？远的不近的讲到自金区，远的从哪里？从过去的福茂到国光的国光石化的政策，到合适的政策，你哪一个没有确立？可是哪一个没有反复？那我的意思是说，蔡主席一上来是一而再再而三，现在他是第三任回国，他说没有蜜月期，你应该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对不起，过去有几个政策，在我做。不要说他讲副当副院长，但我做党主席的任内的政策，可能跟现在政策是有所背离的。但这个东西叫与时俱进，不是我反复。我们希望台湾更好的，在第二个阶段，我待会有个论述。第二个阶段，我期待他讲没讲第三件事情。他说执政人才的培养，看不到，因为现在民进党还是在圈圈里面找人。执政人才唯一有一个新鲜感的是今天传出来拒绝了。他说他现在目前网络部的主任，是其他的部分，刚才我们委员讲的啦。年纪虽轻，五十岁算轻啊。可是他在政治里面阅历，不是说阅历深不好，而是没有让我们耳目一新。如果你人那个只是换个位置，赵天麟优不优秀？优秀。可是当你听到赵天麟，你会想到谁？刚才我们教授讲了，就想到谢长廷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啊。对啊，这也是应该是蔡主席的用意啊。所以我一个论述叫做哈，蔡英文上来，他讲的是三大任务，我把他讲出三种现象。第一种现象叫安美。吴钊燮的目的是什么？不，绝对不是对内在做这党务工作安美，因为从学运，因为从民进党最近的荒腔走板，美国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政党？你认为美国会放心让民进党执政吗？不要说让民进党，他会乐观看到民进党执政吗？我不认为，他一定要去疏通这一块。哎呀，学运跟我们没有关系啊，那个写的那封信呢，也不是要叫你们帮我们主持公道，你也不要修理我们。我觉得安美一定是第二个媚中，我所谓媚。不是谄媚哦，是暧昧。为什么？谢长廷的角色，基本上广义而言，大概现在被民进党定调为最轻松的吧。这个路线应该可以明确的。再加上谢长廷现在在讲了一句话，啊，那我们都退下来。如果谢长廷再出来指指点点，再出来指指点点，对蔡英文来讲，那就是垂帘问政。所以我派出一个新鲜的，这个看起来有新鲜感，有期待值。那去走两岸中国事务，还不是叫两岸事务，叫中国事务部。我认为台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背后我们就去观察路线是不是谢长廷路线。如果是谢长路线，那就是谢书的那谢蔡的结合，这是明确的。第三点叫乱台。为什么叫乱台？刚才也提到了，前辈都提到了，现在国民党这么坏，国民党坏在哪里？国民党这么差在哪里？乱。台湾现在就不安定，因为不安定就回到了很多各取所需。在国会为什么要结合国会的力量？因为国会是现在最大的在野力量，也就是最大的反对力量。我现在只有一个政策，段宜康政策会干嘛要懂什么政策？一个政策就是因反而反，反中、反国民党、反你现在所有的政策，不管叫自军区叫什么，我先反再说。为什么？在选举过程中，我反会有一个论述，会让一群人靠拢我。是，我反会有一种论述，告诉你他很坏。所以在这个安美、媚中、乱台的政策之下。就是为了走最后一里路，而不是民进党蔡英文三度回国的提出来的愿景是说，我要让民进党重新找回人民对我的信任跟支持，不是，而是我要让民进党这个组织在这三个大的现象之下，帮助我走完最后一路，夺得2016的政权。不过这个是民意的分析啊，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包括乱台，那要看民众买不买单啊，完全混乱，对不对？如果民众不买单的话，这不是照你的思维叫你走的，这是很精辟的。我刚才把那个问题丢给了这个民意啊，最主要是让他去，就像这个郑亮兄说的，你们应该检讨你们国民党内到底在这个党务系统里面，但怎么会变成说去批评这个民进党？就自我反省，国民党可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来都。不自我反省，这个可能比较重要一点哈。这个很有马英九的性格。这个我再把问题给这个我们在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哈，也是这一次呢获得这个蔡英文所留任的这个发言人林发言人，我先请你回应刚才他几位来宾说的，会不会是因为在中国事务部里面用了这个所谓这个谢系的赵天麟，所以呢是不是也暗示了蔡主席他的未来的中国政策跟路线？
应该会相对比较明确，而且比较积极，甚至会以所谓的谢长廷过去的那种思维啊，呈现他的思维慢慢去开展，你会不会这样同意？其实刚刚民进那些负面的批评哦，也代表他对国民党没有信心了。那现在国民党当然紧张了啊，因为民进党有一个新的气象啊，一个新的开始。那其实这次的人事的任用有很多的亮点，不过如果今天一定要讨论中国事务部的话哈，我想你就把可能大家认为说他可能是不是代表谢长廷对两岸的一个代表啊，或者是说那以后是不是会执行谢长廷的那对两岸事务的看法？因为外界有这种观察跟好奇嘛，对不对？不然他为什么找的这个？第一个了哈，我认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人事任用。首先哈，中国事务部主任哦，他是个幕僚单位。党内主管是幕僚单位，他不是决策单位，他不是决定说。可是赵天麟这一讲哦，他不会只做没有声音的幕僚。再来哈，因为用党的两岸政策的决定啊，有层层的，是一个共识制。是像两岸事务委员会啊，决策下来啊，经过广泛的讨论，甚至跟党外的人讨论，好，然后才决定。那中国事务大概就是一个整理归纳，当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幕僚单位。不过我觉得小英主席任用赵天麟委员。也代表说他对两岸的积极自信，其实这是一个信号，比如说我被正面啊来看待未来处理两岸事务，我想这个应该是外界啊对这个人事的任用是正面的，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反应的。是，那任俊霖怎么样？如果接续刚才那个俊宪发言人的这个看法，你会不会认为说未来蔡英文的所谓的两岸政策，他势必会比较明确嘛？因为过去来讲，他常常被批评为空心菜，就是在两岸的论述上相对是比较谨慎保留，而没有办法给大家很明确的一个观感。我认为还是有点难度啦，因为他第那个三项的那个重要的工作里面，第二项叫做政策路线的确立嘛。那这个部分是这几年在我不要讲说是因为苏贞昌当党主席的这个状况之下，就最少这两年里面，民进党在政策路线上面，让人家觉得是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尤其以现在来讲，他的主战场会在立法院里面，包含服贸至今还有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全部都是跟所谓政策路线是有关系的。所以相对的，如果你的两岸的东西不出来的话，你怎么在立法院去确定，就是说我的这个政策我要怎么推，或者是我要让什么东西过？那这个就会回到刚刚沈姐您特别问到，就比如说中国事务部的那个部分是由赵天麟，我讲一下，就是说，在蔡英文选党主席之前的一些传言啊，哈，就说谢长廷曾经去找过蔡英文去协调谈这个党主席参选的事情。那这里面呢有提到所谓的两岸政策。那谢长廷在当时就我们所听到的一种说法是这样说：谢长廷曾经提出来，就是说两岸的部分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蔡英文不愿意，因为蔡英文认为两岸政策他是可以有所主导的。好，这个是我们在当时在很多这个私底下听到一些民进党里面内部的人所传出来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就是其实刚刚俊宪兄有提到了，民进党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两岸事务委员会，它并不是完全由所谓中国事务部在做完全的主导跟执行，并没有哦。所以相对来讲，两岸事务委员会刚刚俊宪兄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不是只有我民间的人，我自己的人门关起来，我还有民间的人做讨论。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在苏贞昌主政之下，他自己所成立这个两岸事务委员会永远都没有做出结论，永远都只有做出会议报告。对，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接下来蔡英文如果以这个现况来看，蔡英文讲说苏归蔡随嘛，所以两岸事务委员会的部分，他理论上还是应该会由蔡英文继续兼任所谓的这个召集人或者是什么这样一个职务。对，那你怎么样去在这个先求得一个共识之后，再交由所谓中国事务部去做执行？那我认为这个部分它就是会有一个最大的难度。所以相对来讲，我认为他在这一次的所谓的人事布局上面，我认为他还是承袭他之前在2011年提名所谓不分区立委的时候的一贯的做法，就是我做派系平衡，我让大家看起来就是说我面面都俱到了，但相对上面来讲，蔡英文能不能到最后实际上说一个你观察他是到底我自己一个人大权在握，然后我要大家来贯彻我的旨意，还是到最后就是这些名单其实变成就是说我在表面上看起来都能平衡了，但是你能不能实质上做出决策？因为接下来时间在立法院里面有没有那个时间让你去慢慢的对你的政策路线做出确立，我认为相对时间是非常非常压缩的。对 OK， 好，俊宪。因为其实小英主席他的政策啊是非常有可预测性，因为他选过总统，他曾经说他提出过他的政见，他整理出的10年政纲就是他的政策主张，那他涵盖面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有的涵盖面，所以他其实是有很清楚的对国政啊有他的理想。可是，在两岸政策上，他会不会有修正？所以啊，批评他空心菜啊，那当时是国民党一个负面的一个批评。什么叫空心菜呢？
六三三就是空心菜，嗯，就是榨菜啊，那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好了，现在大家又把一些名词丢到对方的这个身上，看会不会形成一个既定印象。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既定的一个负面形象。其实他的政策是非常清楚，而且有可预测性。十年政纲不是幕僚整理出来而已呢。经过那么多场的研讨会，小英主席几乎都是亲自参与的，从头参与的。所以我认为他对于未来的国政，对民进党未来的政策啊，其实大家都可以有一定的脉络可以去做参考。对，当然了，我相信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他的这个思维论述当然是有一定的脉络可循。可是因应了整个社会的氛围的不同，尤其是两岸政策对于这个台湾来讲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政策，所以你说他会不会为了要反映民意而做某一些修正，或者让它更为明确，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当他在说的这个第二个哈，有人说这是政策路线的确立，有人说是更反映民意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确立，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先请玉荣跟大家整理一下哈，其实两岸政策对于国民党、对于民进党来说，在今年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考验。我们先来看看过去那蔡英文的两岸论述又是什么呢？玉荣，好，蔡英文的两岸论述为什么之所以会被大家放大来关注，最主要大家都还记得，在今年2014年，我们从太阳花学运一直到现在，对于自由经济示范区的一些反对和赞成，好像看得出来，所有的政策，不管是蓝绿还是民间的声音在焦灼的，全部都是围绕在两岸议题上。其实呢，这个问题在未来这几年恐怕还会持续的延烧。但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说蔡英文他两岸论述是不是有所谓的前后不太一样，或者是说这个叫做与时俱进呢？我们带您先从他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看起，包括了他曾经讲到说，两岸直航呢会造成台湾人民的失业，但是同一个年度他也讲到说，两岸直航可以提高台湾在区域以及国际间的竞争力。很显然好像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立场，甚至他也曾经提过说，两岸协议只要没有涉及到法律修正的，都可以由行政院核定就行了。当时他在担任陆委会的主委。但是我们再来看看在2010年跟2011年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先来看看2010年的部分，他当时担任民进党党主席，他是批评了 ECFA 是糖衣毒药，认为说我们吃下去尝到甜头，但是最后会毒死自己。还有同年又说了，民进党如果重返执政的话，会延续前朝政策。很多人就在讲说，哎，好像有很多的地方似乎没有办法说得非常清楚。再加上在2011年时候，他当时呢要来选总统，他就有讲说，其实重要是要凝聚台湾共识，就是台湾内部大家的共识，就叫做台湾共识。但是很多人都在讲说，这所谓的台湾共识到底又是什么呢？他有提到了，包括了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和而不同，和而求同，意在取代九二共识。但是大家都说有听到，你也解释了。可是好像还是模模糊糊啊！大家可能还记得是之前蔡英文在跟马英九总统选举的时候，他的最后一路败在的就是他两岸政策，大家会质疑说好像不是那么的明确。现在卷土重来，不管是现在的2014考验还是2016考验，恐怕有很多民众会希望是小英主席要赶快把你过去讲不清楚的说清楚讲明白。好，刚才玉荣说可能有很多人会期待蔡英文主席要把你过去讲不清楚的现在也把它讲清楚。我们再给各位来看看一个最新的一个民调，就是台湾指标所做的一个民调哈，来看看呢，他们在去年2013年的时候的4月份所做的一个议题设定，就是说你赞成两岸皆同属一个中国，当时有39.1%，将近40%的人认为是两岸同属同一个中国，而当时呢说两岸并非同属一中的呢，也是比较高，但是是48.1%。可是到了今年的时候呢，5月才刚刚做的一个最新的这个调查，对于这个议题，哎，这个百分比不一样了，赞成两岸皆同属一个中国的下降了，变成只有26.8%，而他们认为两岸并非同属一中的，居然往上升到了61%。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太阳花学运之后，这个年轻的世代对于所谓我们跟中国的一个互动，发表了他们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的力道之大，反而是风起云涌，那也让执政当局，甚至也让在野党、民进党，他们都必须不得不去正视。所以费鸿泰委员，对于国民党来说，如果我们从很多不同的迹象来看，包括了这个新世代，他们对于是不是马政府太过倾中啊？对于我们在这个调查里面发现，就是说认为两岸同属一中的人数是这个大幅的降低，认为非这个一中的大幅的升高，这是不是代表了这个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也到了必须要调整的修正的时刻？我对有些人讲法，我也必须得做一个更正。国民党到底哪些倾中啊？外界很多的这个评论家或者是媒体给国民党戴个帽子，我们请中，我们到底哪边请中？而且我们现在跟以前的做法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马总统跟国民党定的调，
是不统不独不武嘛。是，我这个调我们到这是一二十年来我们都没有改变嘛，我们要改善两岸的各种的状况，经济状况，在两岸加强文化的交通，加强人民共同的认识，我们这个调一直没有改变。但是你说我们对大陆的军事的威胁，我对大陆的统战，我们有没有防范，都还是有的。我们公道一点讲啊，我觉得国民党变动不大了。可是就是说，两岸关系、两岸政策在不同时期哦，它引起的社会评价是不一样。比如说2008年，那时候是阿扁在战争边缘嘛，大家会害怕。那两岸连三通都没有，所以当然马英九那个时候赢了220万票，因为大家对两岸的改变有期待。2012年，艾克法才要刚实施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有期待值。你去想一想啊，2008年，两岸这个观光客来台只有32万，现在是300多万。就说那民进党当然要修正嘛，因为县市也需要陆客来观光啊。这个就是民进党跟进新的现实。可是呢，我们也陆续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开始出现了，比如说谁得利，两岸 ECFA 有获利分配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太阳花的起因跟这有关嘛？那国民党对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所以我的意思说，2016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啊，我们对于两岸的问题啊，开始有正有负的一些后果，大家会做综合评估了。然后第二个是，已经要往前走都是很敏感的，是因为已经到深水区了。所以这个时候国民党没有办法像过去啊，从2008很快的得分了。比如说三通大家都要，对，艾克法刚开始大家也觉得不错，都是早收嘛，是。可是接下来就是硬碰硬哦，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事实上是阶段的不同哦，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国民党其实没有变啊，而是深水区的议题真的挑战很大，是。第二个是开始有负有正了，所以老百姓开始对两岸关系有比较复杂的看法。那民进党面对两岸开放所带进来的，包括采购啦、观光啦，你当然要正面回应嘛，因为这个老百姓要嘛。对。可是他也认为深水区，台湾不能够随便做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哈，当我们在讨论两岸议题的时候哈，确实有些政治人物他的话没有办法说得非常的清楚。国民两党都是一样，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个议题上面就是要所谓的保留模糊，而模糊呢可以是一种创造性的模糊。像这一次呢，包括施明德前主席跟这个苏启等人，他们这些蓝绿的人士所共同提出来所谓的大一中的这个概念，这里面有人去这个质疑他们，他们也说，哎，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因为两岸之间就是这么敏感。可是我请这个赖教授回应之前呢，我给大家看一个同样是这个最新的这个民调哈，蔡英文三任民进党主席，你认为他要不要具体说明未来两年的中国政策？有高达70%的人认为他们希望能够听到蔡英文针对他的两岸政策，也就是民进党两岸政策要做更明确的论述。好，那事实上为什么蔡英文他自己也觉得说他的政策路线必须要可能更回应到民意，或者是要更确立呢？当然他会认为这个是必要的嘛。在这个调查里面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认不认为小英主席应该对他的中国政策要讲清楚？我告诉你，那个比例比这个更高，是高达78%认为要说清楚。好，所以郡县发言人可能就是说，这个是一般的民众，他会觉得对呀、啊。那我对民进党的未来两岸政策很好奇，我也有疑虑啊。这个不说清楚，恐怕他最后一里路也没有办法达成。赖教授，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出来的那个民调是反映现在的状态，而且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反映了现在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以我们接触这么多的学生，包括政大的，包括实践大学很多大学的学生来看的话，那么目前的状态里面的确我觉得那个数字是完全反映出来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大陆这边的确是有疏离感。好，也就是说我觉得您提到的就是说目前的情况，有在台湾有高达60%多的人，61%的人，他们认为哎两岸不同属于一中，这种观念出现，我就是符合当时的现状。那如果这个不符合当时的现状的话，其实中国大陆这边也不会目前一直在极力的思考调整对台的政策了。也就是说大陆这边对于台湾到底该怎么做，他们因为他们也发现这个现象很严重，因为这是现实，这是事实状态。当然如果国民党说这个民调不可靠，目前台湾的年轻人还是主张两岸一中，哦，绝对不是大部分人都不主张两岸一中，哦，那如果是这样，那当然国民党可以继续这样走。好，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就我们客观的来看，我们的确
我们发现台湾的现在的年轻人的确是强烈的疏离感，这是事实，这是现象。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目前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2016年，坦白说，民进党的大陆政策也可以继续模糊，也就过去了。好，但是我强调一点，就是民意会转变，两岸之间的关系如果再开始调整，大陆那边调整，国民党这边调整，两岸关系在调整的过程中，那么可能会产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年轻人的态度会转变的，他不会一成不变的。好，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那坦白说，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政治领袖，他在没有当选前，他当然有责任也有义务要跟全国的国民讲清楚。讲什么清楚呢？说我执政以后，我的大陆政策我会怎么走。例如说，你要跟人民交代说，我的大陆政策是会造成两岸之间的对抗激烈化，还是会和平更强固，还是会经济的发展的层面更多，还是我们会有合作也会有竞争，还是有合作有对抗，我们哪些项目可以合作，哪些项目可能我们还是会有对抗，而且交流是不是他可以更直接更多，包括他自己可能要去访问什么之类的。对，那我会从大陆那边获得多少好处，我会台湾会让出多少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在你上任前要跟台湾的所有的民众讲清楚。你要满足绿营的疑虑，你要满足这个蓝营的或是中间选民的疑虑，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路线的问题，这点我倒是提醒给小英做参考。小英的主张路线是说，台湾经由世界然后进入中国大陆，其实有另外一个路线，就是台湾经由中国大陆然后再进入世界，这个是一个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也就是让台湾好起来，但是途径不一样哦。如果台湾进入中国大陆，也就是依托中国大陆，利用中国大陆来增强台湾的企业的全球化的竞争力，然后打进国际市场，成为全世界的顶尖的国际市场，这是一条路线，也就是我经由大陆我转进世界，这是一条路上。那你也可以说我由世界再进入中国大陆，但是这个经由世界进入中国大陆难多了，经由中国大陆再进入世界容易多了。问题是在于，当你要进入世界，你要进入中国大陆，再进入世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说服绿营的很多深绿的人，然后说，我进入中国大陆的目的是要进入世界哦。那这个时候我要进入中国大陆，我就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发展非常深的经济关系。那这一点，绿营的能突破吗？好，其实我先请那个林俊宪发言人先回应一下哈。刚才在谈到了所谓的两岸政策，尤其是小英主席的两岸政策。那如果从这个民调，刚才他们几位都有回应，那这是不是代表说有这么多的人希望小英未来可以把两岸政策说清楚？是不是代表了小英的两岸政策确实是模糊的，所以他可能未来就要面对这个课题？这个是小英主席的责任啊，其实也是民进党必须要面对的。这个民进党很清楚嘛，对于未来两岸的交流，正面积极，那同时也兼顾台湾的一个立场。国民党不承认亲中啊，说是民进党批评他。其实啊，目前马英九政府的亲中啊，这已经是一种国际上的共识。你看，在东海议题上，在钓鱼台议题上，甚至在南海争议上，美国怎么去批评，东南亚国家怎么去看马英九政府？所以马英九的亲中啊，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状态了。甚至于造成啊，美国有一种放弃台湾的理论，叫弃台论。甚至于也曾经有台湾先进的武器啊，拿去美国保养以后啊，美国不还给我们，他都怕那先尖端的技术啊，经过台湾，结果漏到中国去了。这些事情都是确实发生了。那你所谓的 ECFA， 民进党当时反对 ECFA， 所谓的概括承受，就是说 ECFA 里面它当然要经过一定的修正，如果对台湾呢，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嘛。对，实际上为什么反对服贸，就是对马英九政府的不信任。就除非就是因为你 ECFA 当时所承诺的没有达成嘛。是，创造26万个就业机会有没有？对，没有错。一年有8%的经济增长都没有。未来民进党不能只有讲反对的理由，那你们要提出你们的对策，因为你跟中国你势必不可能不往来。而且刚才几位来宾讲的，民进党也没有反对的利基上，民进党也没有反对，对，反对两岸的交流了。民进党很多的公职人员也都跟中国有交流，有交流。民进党的执政县市长、县市长也去做这个所谓农产品的推销，这我了解。所以就说未来来讲的话，这个民进党的两岸中国政策势必要说的更清楚。任俊，
那个蔡英文的两岸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2011年8月23号，他在提出刚刚俊先生所提到的十年政纲两岸的那一块，他对两岸部分他其实讲得很清楚，叫做寻求战略互利和世界一起走向中国。我想我用这个来回答您刚的那个疑虑哈。那当然，其实我想回到刚刚，因为沈姐一直在提那个民调的部分哈。那民调里面讲到说两岸非同属一中的那一块哈，其实我认为那样的一个调查，我不要去讨论它的机构效应或者它怎么去命题。事实上，我认为这样的趋势是符合现在的现况。对，这个就是赖教授说的嘛。而且现在的社会氛围。对，而且你越晚做，我相信那个比例会更加的提高，因为台湾的主体意识会抬头嘛。对。那再加上这一段时间里面，在很多的政策上面其实都跟两岸关系有关的时候，大家都会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我有没有一条中间路线的可能。那这个我才会认为说，这个是民进党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你的政策路线怎么样确定清楚，不是怎么样去跟中国切割，而是你自己在表达说我愿意走向中国的同时，可是我又要兼顾到台湾人民主体利益的时候，你怎么在中间做到衡量。这是国民党现在最抓准民进党的一个弱点，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自禁区，你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你要不要同意嘛？那你如果都在立法院里面坚壁清野，大家通通都不要过的话，那你县市长出来表态啊？那你会看到民进党在这个地方，我认为他是吃了闷亏。所以相对的来讲，我不认为这样的民调会像费委员那样的说法说啊，他大概有什么样问题，或者国民党自己内部做。那我也可以质疑说，国民党内部做的民调，他有他的机构效应，他的问题取样也有问题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在提到沈姐您刚第二个那个原型饼的那个原型饼的时候，对。那你说未来两岸政策，蔡英文三任民进党党主席有没有必要？他当然有必要。我还是这样强调，就是说蔡英文当时他自己认为说他的最后一里路，其实你会看到整个败选里面，除了说经济，他里面其实很明白提到说经济的恐吓嘛。对。那经济的恐吓，他认为其实在中国因素上面其实是没有讲清楚的。可是蔡英文从败选之后卸任党主席，一直到苏贞昌在这一次再把他交给他之间，我们看到民进党在所谓的两岸政策上面，他的进程是什么？他没有大幅度的前进呢。谢长廷看起来是一个比较走在前面的人，刚刚沈姐也讲到说，民进党里面他算是已经思维比较走向中国的或什么的比较前进的，可是他在民进党内有没有受到相对的重视？事实上没有。民进党提出了一个，由吴秉睿提出了一个说陆生纳入健保案，后来的下场是什么？民进党当场收回去。更何况是蔡英文自己在讲到两岸问题的时候，他即便说我抛出一个橄榄枝，可是当蔡英文去参加所谓独派的这个聚会，或者是参加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一个新书发表会还是什么的一个场合的时候，他又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他是不是又退缩回去？所以相对的来讲，我认为蔡英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要怎么去面对他自己，怎么去面对民进党里面在这么多不同意见里面的人的氛围。蔡英文在第一任当党主席的时候，当时是民进党士气最低落的时候，他非常有办法在那样低落的状况下，因为大家都没人要出来嘛。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民进党是人人都认为自己有出头的机会，人家都认为说我是形势大好。蔡英文现在局势不是他打败马英九，是马英九自己执政造成的。但问题是，如果今天马英九因为非常执政不好，叭叭，那些票有没有可能回到真的到了蔡英文的身上？不见得嘛。你看现在多少小党都认为说我自己是有机会能够突出的，人家主政团或什么，不也是看准了民进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没有作为嘛？所以相对来讲，我认为现在蔡英文最有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要整合立法院的部分，就你觉得说立法院它是一个主战场，两岸政策的东西，我觉得你越早讲清楚越好。因为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小英她上台之后，当然，对他来说，他已经做足了很多的准备，他也广纳党内的这个所谓新生代、中生代，广纳的很多的这个人才，他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所谓最后这个执政的一里路。可是难道马政府没有问题吗？问题可能更大。马英九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管他是党主席的身份，还是作为这个总统的这个高度哈，他都有很大的难题。玉荣，好，确实，我们刚刚在看说，是不是未来在国民两党方面有很多地方都必须要来修正。当然，大家对于民进党好像有一个非常大的希望跟要求，都希望能够把中国还有中国大陆以及两岸之间的关系要讲得清楚。但是我们来看看哦，马总统现在面临的挑战恐怕也是蛮大的。其实大家最关注到的事情就是今年年底2014的大决战，因为大家可能还记得说，双英第一次在正式对决的时候，就是在选2012年总统的时候，两个人当时都是两党的党主席，现在两个人还是党主席啊，继续来拼年底的选战。所以国民党也说，年底当然国民党是蛮有信心的，希望能够获得胜选啦。当然在国民党内部，包括的像是世代交替啦，还有所谓的这个派系的心结啦，甚至尤其是马王心结，以及地方派系跟青年参与，这些都是国民党已经浮在台面，但是明明浮现很久，却好像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解方。当然国民党的两岸进程是不是也必须要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因为现在只要说国民党，尤其是马政府、马总统提出来两岸政策，大家还不听，还不了解全部，就会先贴上一个标签，
这唔好，这轻中，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好像是不是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国民党也必须要来看看这个问题所在。但是很多人都在说，马总统最近也是针对像是服贸啦，针对了自由经济示范区啦，讲话态度都还蛮硬的哦。很多人都在说，马总统是不是还是坚持说要跟中国大陆更拉近一点点？这会不会对国民党可能造成某一些伤害？恐怕在年底的时候，也是一个选举的观察指标。好，所以也就是说呢，不管是对于马英九主席来说，或者是对于蔡英文主席来说，其实2014的年底的胜选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哈。那这个当然，民进党内他们已经希望说，起码六都我要这个下三都嘛。然后呢，另外在所有的县市里面呢，他起码要拿到这个一半啊，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八个对不对？这就应该是胜选。那赖老师呢加码就说，哎，小胜还不算胜，因为现在执政党现在太低迷了，要赢并不难，所以要大赢才能够为小赢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远的不谈，我们先丢给民意兄，因为你就在新北市，对不对？新北市最近呢，大家呢，因为朱立伦这个市长到底要不要竞选连任，已经说他就是要直取2016了，你同意吗？不同意。不同意，为什么？他要先选连任吗？所以所有的媒体现在大概氛围都往那边走。对。那你知道的事情是？不是我知道，知道的越多，能说的越少，所以我都不知道。好，那你就多说一点。我只能说，就我自己感受的温度，还有我自己曾经大概有4个月到5个月跑市长的初选，啊，当时我也判断他不选，所以我也认为侯友宜要出来。但是当我4个月跑下来以后，在我观察所有的在新北的政治现象、跟他的路线、跟他的发言。扣掉了媒体主动去设想的那些标语，什么要去接阁揆啦，他什么时候宣布，把那些不要说人为操作，就是未经证实的不客观消息抽离掉，我很笃定的说他会连任，这是他会选连任，他会选连任。那你再问他会不会选2016，我感觉会。那这两件事情可不可以一起做？可以。在台湾，不要说选一个县市首长，选一个总统。要考一个好的大学，都要3年高中好好准备。要做总统，可以这样都不吭声吗？那要选一个县市首长，可以再拖吗？可是各位，你问我说，那你怎么同意朱立伦现在这样的做法？我告诉大家，如果朱立伦在6月份宣布，乃至一到7月份宣布是连任，我觉得他是聪明，而且完全 OK， 因为他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市长的工作，他何必提早宣布为市长候选人呢？不需要。但是如果他到拖到6月到7月宣布不选了，那这个不是叫聪明，这叫算计。因为什么？他会让国民党措手不及。他会让大家觉得说，原来你这么精于算计。因为如果你心有所属，要去直攻2016，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很可能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你已经做好准备了。难道你不要告诉我们吗？你不要提早准备？再简而言之，自私一点，你现在是本党的副主席，你难道可以让国民党的江山？新北这么要重要的时候，你就不让他丢在那个地方吗？所以你认为说他会先选连任，然后再去选2016的总统？我相信我们的收视率阶段会很高。那但是呢，一般的民众有没有办法这个被他说服？因为事实上呢，离他2015要启动那个国民党内的总统初选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他会不会在这个选民的身上他得到不信任？主持人，2012的时候蔡英文选举。走到哪里都问他这句话，他没有选上。不，你听我讲完。对，走到哪里都问他一句话，你会不会选完就跑掉？好，那我要告诉各位，朱立伦不同的在哪里？朱立如果选上的话，假如他再去选2016当选的话，他是做了5年半，他不是做1年跑掉。可是他要选连任的话，他的承诺也是4年，也不是4个月啊。我们的政治制度是4年，不是4年。我补充一下。好，来，郑亮。12月25号，新的市长要交接。明年过完农历年就要准备总统初选了，对，只有2个多月。所以如果他想选2016，你非要来选连任的话，怎么可能这样搞政治啊？这样子的话，选民应该是不会服气，绝对不可能接受嘛，对，不可能接受。你12月25才刚交接新的市长，对，然后过完农历年就说我又要选总统，所以这也是根据了解，就是朱立伦的幕僚他们最在意的一点，也是朱立伦自己最在意的。我认为现在在卡住的，不是朱立伦要不要选市长。而是在安排谁要选市长，谁要帮他来选市长。这个确实有争议。这个我同意这个郑亮的评估，因为我觉得民意这样讲会把朱立伦害死。为什么呢？因为搞不好连他新北市市长都选不上了。我跟因为新北市市长算什么？你跟民意是我跟民意同属国民党，但是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以为你本来跟我没有同意他们两个的看法。如果朱立伦选市长，马上要去选市长，要有一些条件。对，什么条件呢？6都国民党只赢了这一都，对全其他5都全输。全第二个呢，
朱立伦是唯一可以去跟民进党候选人去对抗的人，这个老百姓可或蓝军的支持的可能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否则很快发生，否则很难接受。我讲说实在啊，一个马上就12月25号就上任，然后隔了一个礼拜我就要开始去选国民党内的初选，平常心讲了。一般人很难接受，很难接受。我觉得选民真的很难接受。对于朱立伦的形象，因为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的，他为什么满意度都还是会维持在高档？就是因为他对很多事情的这种操作啦，对于民众的这种说法呢，基本上都是赢得信赖的哈。那刚才都是国民党内的人在做一种算计跟沙盘推演。我听听这个民进党的讲法。这个圈圈里的温度比各位更正，因为我可以告诉各位，那我做个抽离啦，我做个抽离。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你们笃定2020？国民党就要在年初就要出选。好，来，我们听听俊宪讲，先俊宪讲。俊宪可能要站第一个。我觉得了哈，大家不要忘记哦，掌握国民党党机器的是马英九。是。那其实马英九，我觉得他对朱立伦很有善意。嗯。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让朱立伦可以摇摆，选择搞神秘到现在要不要选。如果我是党主席，我下令你。五月初赶快表态，五月初对你就要讲新北市长就要提名，对你就一定要做一个选择。你们在挑拨，还有所以有没有所以刚郭正亮说还有他没有摇摆啊，朱立伦没有摇摆，朱立你们做选择了，做选择了，我说的是摇摆要不要选啊，或者搞神秘。第二个你说那明年一月国民党就会开始办理总统的初选吗？不一定啊，掌握总统机器的总统初选的流程还是马英九。那我觉得朱立伦会选市长了，他现在怕说，哎呦，你难得跟民意的想法是一样的。第一个啊，大家都觉得说好像选市长就不能选总统，这个是冲突的，不一定啊。因为到时候呢，这是一种选民的期待，全国选民的期待。如果朱立伦是唯一可以跟民进党抗衡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其他的都大败了，像那个郝龙斌啊，吴敦义啦，对不对？像江宜桦，你根本跟民进党没得比。难道国民党会说，哎，不行，你刚选完市长，总统输没关系，因为你刚选完市长，你不能选总统，会有这种状况。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除非啦，国民党有其他的总统候选人，对，声势追上了朱立伦，那为什么你刚选完市长，当然不能选？所以你那个讲的是党内了，我那时候是国民党选民都不用交代，选民都不用交代。我简单讲，我带他发言，你再听我讲啊。如果你们两个，如果啦，国民党选总统是一个政权保卫战嘛？对，我觉得有两个层，第一个就是选民嘛，选民一定希望国民党赢，那最强的候选人就来选嘛。对，我不会 care 说，我不会管你说你刚选完，你刚选完，你刚才说的后面那段，我想我当然可以这个理解。可是那为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国民党内还有其他的人可以稳稳的当上新北市的市长，那为什么？怎么朱立伦还要再先去选新北市的市长？我觉得啦，如果朱立伦说他直接要选总统的话，国民党不可能让他指定接班人了。他叫侯友宜选就侯友宜选嘛，政治不会这样子啦。那对你朱立伦来讲，你就会做一个选择了嘛。那他们党内有党内初选的机制啊。我觉得对朱立伦最好的就是说我选市长。对。那党内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的人选可以来跟民进党打，那当然他有机会。选市长再选总统，对他来讲是最稳当保险的嘛。还有一个是立委啦，对，总统不是单独选啦，总统跟立委一起选啦。那立委希望什么样的母鸡来带领小鸡？一定是希望最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嘛。如果费委员是选立委吗？你希望吴敦义来当你总统候选人吗？对不对？如果最强候选人，你这个理由说，因为他刚选完市长不能选，对连任的立委哈，我们也不要什么母。他也不是母鸡，我也不是小鸡啊！因为你太强，因为你在台湾太强了，那都不能这样。台湾就不一样了。我觉得你把硬两个帮斗在一起啊，不过有的时候是可以，有的时候是不。其实刚才俊宪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去讲说，朱立伦应该先选市长，然后再选总统。对，那会不会是有其他的逻辑？为什么他会希望这样？他是有野心，我不是希望，希望我们这样做。是我们的判断看法啦，我的判断看法，因为他目前是朱立伦独强嘛。媒体那如果真的对国民党最好，因为你其他的江宜桦啦、吴敦义啦，我讲个简单逻辑，让大家知道一下。我讲个简单逻辑。如果朱立伦在选连任的过程，被逼问，他有一套论述告诉大家的，那个论述就是说，如果我选完了有需要等等，我可以代职参选总统的情形之下，他还是大胜。如果这样的结果，你认为如何？那就算他。更笨到说，在选举过程中被民党逼问说：“是的，我考虑如果我连任的话，有需要，我还是为国民党打2016，拿回政权。”你认为他输给尤锡坤吗？我个人认为哈，
这个前提是把新北市市民当成什么？我们这边有一位新北市市民了哈，他一定会觉得说，那我算什么？哦，你来我过水。但是我觉得朱立伦选市长，他也会选总统，可是总统不是2016。啊哈，也就是说哪一年？2020年。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朱立伦如果选市长，他就评估2016年国民党可能总统会大败。所以任俊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记者，那刚才他们大家都已经说了他们的看法，所以你认为呢？朱立伦先选市长，再选这个总统，还是就只取2016？我觉得大家应该听一下俊宪兄刚刚的说法啊。在所有民进党里面，其实只要是民进党问到朱立伦选的问题，所有人都一定选他，要直接一定说说他要选总统。只有他的说法是不一样的。相同的来讲，我这样看好了，就说现在朱立伦如果因为大家都会评断朱立伦往2016的迈进的那个前提在于他的民调非常非常高，可是你那只是一个民调的现象而已。朱立伦要面对还有国民党内部的问题。现在朱立伦并不是国民党内唯一的人选，他也并不是众望所归，认为他可以替国民党救亡图存的唯一人选。可是民调是最高的。国民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叫做棒打出头鸟啊。你只要这个时候要抢先表态，不能太强出头，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朱立伦现在要急什么？刚刚一直在问说，他为什么还要继续选新北市？他为什么不只取2016？我用同样的问法反问他，为什么不能继续选新北市？目前来讲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最稳定的、最稳当的局，他并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出来，对他并不需要这出来抢。蔡英文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我认为那也是朱立伦现在的问题，叫做培养执政人才。因为现在看起来的局是在国民党党中央的手上，我想大家都同意说现在的整个的大权还是在马英九的手上。对，朱立伦如果真的想要选总统，他必须要克服的是，他不只是要迎合大家，他也要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可是相对来讲，我认为在国民党内部的气氛还没有成熟到让朱立伦在这个时间点要去表态。对，至于刚刚所提到什么，会不会你要选举的时候要不要再去选总统啊？接下来人家就根本不用担心这一点。朱立伦从以前到现在被问过这问题不下1000次，他所有的讲法都是什么？我现在的最重要的工作就做好市长的这个工作，其他的都不在考虑范围内。我认为这个非常非常好规避。朱立伦要等到一个最好的局势，在于是讲实话，九合一选举嘛，现在选举结果都还不知道嘞。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抢先出来告诉大家说，我有就是有能力要做2016，我跟你讲，不要民进党打他，国民党内先打他，打到谷底去了。任俊刚才讲到一个重点，他说国民党内的文化是什么？棒打什么？出头鸟，出头鸟，对不对？可是呢，马英九总统现在的声望跟以前是不能够相提并论哈。国民党这就是为什么？对，党主席那是一回事，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包括很多像什么郝立强等人，他们在某些时间的发言已经跟党中央已经不一致了，他们已经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了，那这又如何解释？所以在国民党内可能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变化。我补充一点啊，这个第一个牵涉到朱立伦跟其他人的差距了，如果差距是在30%以上，国民党敢冒另外的险吗？那第二个是。朱立伦跟马英九还有金溥聪其实交情还不错，他并不是连胜文呢，就说马英九连打压连胜文都不成功，连到最后一个也没有不敢全力支持丁守中，你想他敢打压朱立伦吗？对不对？对不对？不是一点的。那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等一下啊，万一小英民进党当选，马英九怕不怕被清算啊？他怕不怕？我补充这一点了啊。来啊，我让任俊先讲最后一句啊。棒打出头鸟了，不见得拿棒子的不一定是马英九啊。是啦，还是会有其他的人有啦。可是那些人只有10%嘛。但问题是，这些他的小纷扰，其实到最后就是乱棒，乱棒打鸟才恐怖啊。乱棒打鸟。不过朱立伦他其实是很谨慎的啦，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谨慎。我刚才任俊讲到鸟的问题，我告诉你，我就很简单用这个形容词，各位，朱立伦现在就是哈，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2014，你怎么知道2015不会发生喇叭花学运啊？我要告诉各位，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在开玩笑。台湾现在的政治瞬息万变，在一个月前、一个多月前，谁认识叫林非凡啊？现在谁不认识林非凡啊？朱立伦现在的民调高到这种地步，如果乱棒要打鸟的话，我告诉你，你根本撑不住这个局面。OK， 军宪，我觉得马英九跟朱立伦的关系不错了，对啊，所以他才会容忍他，就是也就是说马也在思考，
其实最重要就是如何赢2016了，政权的一个延续。是是。那刚刚提到说台北市长的这个提名哦，这个是马英九非常糟糕的，他无能到这种地步。他明明支持丁守中嘛。对啊。那我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国民党所有县市长有提名的县市，就只有一个地方有党员投票，就台北市。对。那你支持丁守中，照理讲应该是党员投票可以帮丁守中胜选嘛？结果不是嘛？按照国民党的提名条例规定哦。县市长的提名民调如果差距在3%之内继续协调，所以如果没有党员投票的话，对，那现在台北市长还在协调，还没有提名，他的主席他就有力量来介入的，对，结果你用了一个党员投票，丁守中就一枪毙命，就淘汰出去。好了，这个费委员他准备要打，所以现在就是凡是被马英九帮忙的哈，对，这个各位讲的，我觉得某些对某些也不对哈。你讲的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报告哈，四位候选人共同决定选举的方式，而不是中央党部去定调，叫说我就台北市的选法是怎么选，不是台北市都有历史，那所有的县市说你像市长级、县长级说大家来协调，你要怎么做？是了，大家共同来做，不是你讲的这个样子。但是聚焦的重点不在这边了，他是说如果马主席是支持丁守中的话，他也没有着力之处，所以其他人大概也就没有办法听党主席的，他的重点是在这里啊。这个马英九先生的个性。他从来不会说我不支持你，或者说我支持你。如果他以前是这样子做，这次不是这样做，你说他可能是哦，他是支持谁或不支持谁？他以前就是这样子，现在还是这样子。再来，不管用两家民调对比试、互比试，然后党员投票占多少，那是大家共同来做决定的哦。丁守中他是希望有党员投票的哦。他不是不希望党员投票，有人不希望党员投票的哦，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是觉得大家，我对你讲的话都很尊重。你要批评不是批评了，你要怎么描述他选市长选出来，反正大家看法都一样。但是我刚才讲，我也不代表党，他也不代表党，大家把我们的看法看出来。是，可是这个讲的是选举方法的是事实，这个就不能说你看我看了。我可以补充，丁守中跟郝龙斌选举的时候，他赢四千多票，丁守中是赢，他是赢四千多票。我跟你讲，那是党员结构的喜好度，不是党中央可以掌握。如果可以掌握，丁守中应该去问问叶金川。你怎么会被搞成这个样子？说你如果用全民调，他可以赢，他有机会，机会赢。不，我讲，应该要选择本党一种方式嘛。本党的事务，对于你想支持的候选人，本党的事务我们比你都还关心。我可以告诉你，台北市地区都有党员投票。那如果他们四个党候选人都说不要党员投票，就不要党员投票。我觉得用事后诸葛来反推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我可以确定马英九没有大力去帮丁守中，但是呢，我也相信马英九没有大力去反对连胜文。所以这样的结果，我们应该是尊重他。但是今天刚才主持人问到，马英九已经到这盘地步，有这个权力，有这个 power 吗？对不起，本党的党主席，刚才这个，袁俊讲的最实际，党主席他要下来了，他总统也要下来，党主席也要下来，想要上去的人，那真的是会乱棒打死的。OK， 我就想旁边啊，以朱立伦这么好的，而且他的数字、他的算计这么强啊，不能讲算计啊，精算这么强的政治人物，他不去想想我现在这盘局，我先稳住，我这一鸟在手不抓到，千鸟在林，到时候飞喝下去哦。我认为这是我的判断，我可以跟各位赌牛肉面啊，输了我请各位都吃，观众那个工作人员都吃啦。如果我赢的话，大家告诉我说先知灼见，这样就好了啦。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想这。政治人物也不用刻意闪避算计这两个字了，因为所有的选民都会认为说政治人物本来就会算计，只是你这个算计有没有办法说服你的选民把这一票投给你而已。所以到今年年底的这个所谓的七合一也好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啊，六都当然还是最大的战场，而眼看着本来是对于国民党来说是稳操胜券的双北，到现在都还有点这个状态未明哈，而中台湾呢又出现了一个可能现任的市长相对比较辛苦的一个局面。好，我们来看看目前的这个六都的状况。好，确实哦，刚刚我们这样听下来之后呢，大家好像对于我们的政治充满了一些盘算的思考，但是我们就来看看哦，国民党跟民进党都说今年的七合一或九合一我年底一定要赢，
哎，奇怪啊，选举席次就这么多，一定都要赢，那总要有一个输吧？谁要输？你现在先来看看，确实好像有一点，哎，还不是那么明白。我们先带大家从很明白的地方看起，是在高雄跟台南，目前看起来呢是没有什么太大悬念，因为现任的两位市长陈菊跟赖清德，他们在民调支持度跟声望度上来讲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根据了这个杂志他们所做的一个县市长的满意度调查，其实哦，南台湾这两位绿营执政的市长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继续往台北的方向来走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在台北市哦，民进党这边当然了还没有协调出来是柯文哲还是姚文智，但是连胜文跟他们之间的这个民调差距似乎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大，所以台北市稳稳的吗？似乎可能选民还是会有点疑虑。那么新北市刚我们的来宾也分析了，现在看起来好像都还没有到了能够正确讨论的地步，到底朱立伦选不选，还有朱立伦未来如何盘算，这恐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桃园的地方看起来呢，现任的这个所谓的县长，以后是大桃园市长吴志扬，看起来也是还蛮稳定的。但是在台中的地方同一份啊，就是在民调当中呢，县市首长有人排名很前面，有人排名很后面，结果呢胡志强市长现在又敬陪末座了。很多人都在说，看起来好像大台中变数还是比较大，有没有可能从蓝的变成绿的，结果现在就变成说民进党只要拿下台中算不算是胜选呢？我们听一看来宾的想法。 OK， 好，中台湾哈，这次真的是决战中台湾。虽然每次选举都是喊决战中台湾，因为所谓的浊水溪以南，浊水溪以北嘛哈。那么赖教授，这个胡市长，我觉得这次如果台中市如果掉的话哈，就是说台中市变成绿营的话，我的评断是认为这是民进党大胜。因为而且我觉得这是结构性的变化，就产生了整个翻转了。所以只要民进党拿下台中，就是大胜了。因为他台中一定会影响到这个苗栗，台中本身的位置跟他周边的县市其实的关系非常深。对，哦，那么周边的县市里面其实非常依靠的台中市啊，在经济发展的互动这个部分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民进党拿下台中市的话，我的估计是认为，这是民进党大胜，这不是小胜。对，因为台中市国民党执政相当长的时间，虽然中间有过一段时间民进党执政过，可是它长期来几乎都是国民党在执政。而在这次如果说民进党赢下台中市的话，我觉得那个情况改变。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台北市你看这次的差距这么近，其实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讯号。也就是说，台北市民其实如果民进党在两岸的政策这个部分让台北市民不要感觉到担心的话，我觉得台北市民的转变的可能性也存在。因为台北市民跟两岸的关系是比较密的啊，所以如果两岸的政策里面民进党不让台北市民感觉到忧虑，我觉得台北市甚至转变成为绿营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如果假设在这次选举中掉台北市跟台中市的话，掉台北市那逮起就很短掉了，倒掉到不行了。这个时候朱立伦如果又选上新北市，那这个时候就是林宪兄所说的，他飞出来选2016不行了。我们先来谈一下那个台中好了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台中。那胡世强市长呢，他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受过专访，他也是说他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因为他确实是在他正式的记者会宣布之前，他说没有多久的时间他才正式确认他还要再来参选这个连任。那可是其实外界呢都不是非常的看好他自己，我感觉也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虽然他说他很有自信，他觉得他要这个一定要这个赢给大家看，可是最近我们发现这个台中市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像那个地下水的这个淹水的是个问题啦，这个什么公务人员这个集体翘班啊，什么贪污等等的问题，我想对于胡市长来说都有点雪上加霜哈。所以我们如果来看中台湾的这个选情的话，我不知道郑亮教授你会怎么样评估胡志强有胜的机会？不容易了，难度非常高。我们看到国民党在分工选举的负责啊，胡志强自己负责自己的选区，国民党就把它放给他了啊，并没有外力哦，并没有说吴敦义你中彰投就一起负责吧，没有，就胡志强自己负责啊。我觉得胡志强是这个局是他自己搞坏的啊，就说他一开始这个跟吴敦义上次跟谢阳庭选的那个高雄市长完全一样，吴敦义也是到了最后半年才决定，因为他本来想去中央，对，想争取内政部长，那后来没有嘛，又回来了，那个这个一个转折啊，市民怎么想你啊？啊，更何况你做了13年，所以对你的期望值啊，因为基本上你能够有的创意大概都表现了嘛，13年呢，比如说最明显是七旗嘛，那七旗之外，
其他台中区的整合啦，比如说升格之后的整合的问题啦，还有这个生活管理的数值的问题啊，您刚刚讲到的，还有治安问题啦等等啊，就是大家不觉得有明显的改变嘛？只有七旗了啊，所以七旗也是最支持他的了啊，尤其是建商了啊。可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远见最近公布的排行，他又继续进偏没有末座，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的给怎么给市民期望值啊，就现在要支持胡志强的人，往往只能够用批对手的方式来说，要继续让他做，对，所以你到底能带来什么新的东西，不容易说了。OK， 好，费委员对于这个中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内的一个评估是什么？你们对于能够保住这个台中市这一席，是不是还是相对乐观呢？还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可以来这个支持胡市长？我们当然就讲实话哈，这个真的是很忧心，啊，确实是很忧心。这个我跟我们胡市长有没有都熟？台中现在是不是台中县，台中县市的几位委员，我们也都常常交换意见啊，确实。但刚才的民，你看你这个民调啊，稍微好一点啊。大家回想在两个月前，有差到20好像，25，现在看起来只差10吧哈。当然我知道刚才这个郑亮兄讲的，我是觉得确实了哈，那是你给人民的 expectation 到底是什么，你跟人家你的 vision 是什么哈，这个然后做了那么多年哈，当然现在胡市长啊，他是很聪明的人，他也是很务实的人，他现在积极在整合这个台中县的什么派系的问题，他也在他自己负责他的选区啊，他也做了一些规划哈，当然还是要很务实的讲，确实是充满了很多的危机。我想国民党现在大概态度很清楚，台中市长这一战是取决在胡志强你自己身上啊，成败都是你自己的啦。其实你是说在旁边冷眼旁观吗？我不是讲冷眼旁观，我的意思是说，成败当然胡志强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啊。你国民党里面当然你说要希望费委员去捧场，谁去捧场？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去，那个不可能不去，对，就不能够拿这个来看说国民党到底支不支持胡志强。对，但是我觉得从胡志强，我想在这边也接受过沈姐的专访，您也可以看得到他自己的态度，其实他一直都告诉大家，甚至告诉民众，甚至透过电视机告诉全国的说，我其实是不想选的。所以到最后他决定投入选战的那一刻，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他其实透露出了非常多的无奈，在于是说我其实已经这个样子了，可是党希望我继续走这一段路。所以我认为那个东西其实对胡志强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在这么短的一个几个月里面的时间，突然我要奋发图强，然后告诉大家说我可以再给台中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甚至四年，相对你连前面的那个部分你自己都表露出疲态了。所以我会认为说胡志强当然他自己有一些的苦战啊，包含最近你看到不管是他所被踢爆的一些所谓市政府在内部管理部分，我想清廉或者是什么，其实是对于民众对于所谓政府执政最基本的标准。那个部分你会发现到他被戳破的时候，胡志强回应的力道我认为是弱的，因为他只有讲到说我就是用一个依法行政，相对的在某些市政管理上面，包含更不要讲到所谓的大台中地区怎么去评断胡志强在这主政的这3年的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去疏于照顾，我想这段时间媒体都有呈现出来。所以我相信就是对国民党来讲，其实为什么费委员会提到就是说也是很忧心那样的一个选情。那再来就是说除了台中之外，你周边县市你自己的执政就是在蓝营执政，比如说南投跟彰化，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面并没有办法去互相做拉抬。国民党长期的战略都是把中彰投当成是一个战区，对，所以你的战区是一起做拉抬的，可是你现在会发现它逐渐被各个击破，那个被各个击破的问题不在民进党身上，是在于你国民党主政的时候你自己内部的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现在中部台湾的情势，我不认为说我们只看台中啊，我们如果整体来看的话，国民党会危急的部分不会只有台中市而已。好，那我请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林进宪发言人就回应一下，对于执政中台湾最后一里路，是不是民进党认为说这已经走到了，胜券在握。第一个哦，胡志强他是现任的市长，而且做了13年，而且他的对手林佳龙是曾经被他打败过的。那照理讲，现在胡志强民调应该要赢很多才对啊，他反而大输了。这第一点，为什么？他真的做不好。他在台中市政啊，大概一般的印象中最深的就是台中是房地产炒作的天堂。再第二个啦，他当了13年太久。我觉得这个政治、这种社会的氛围，还有这种时代的潮流，这个是很难以逆转。
因为大家觉得说他已经完全没有新鲜感了。这个我们从他的支持度，你说哎支持度只输10%，但还要再看一个看好度。嗯，胡志强的看好度输了20%了，那表示什么？连支持胡志强的人都认为他选不上。那这个到最后啊，他会越输越多了。嗯，再来看民进党的大战略了。民进党什么时候完成台中市包括彰化南投的提名？去年11月12月，双北啊、新北市、台北市是热闹了，媒体的焦点。那实际上大战略啊，民进党投注资源最多的就是要在中台湾了。所以民进党第一个完成提名的就是中彰投，是就决战就在、這個、决战中台湾，就是在这个地点了。对，所以以目前来看，我们民进党信心啊，不只是要赢台中市了，甚至还要把南投、彰化整个拉台上来，因为它是一个生活圈嘛。是啊，那民进党要注意的就是国民党对派系的整合，因为这是国民党强项嘛，它是派系整合就透过资源的分配了等等啊。那以过去来看的话，胡志强如果可以完成派系的整合了，他13年里面就可以完成了啦。因为他不必在中央给他什么资源，他是现任市长，他资源就一大堆了啊，就他都搞不定了。那反而民进党哦会给国民党的派系哦产生一种变化了。我们这样感觉出来啊，国民党很多派系啊，甚至于都移动了，他这个板块有移动了。那在上一次选举就产生了，苏家权在选的时候，他原台中县是赢的。他的输在台中市，他输在都会地区呢。照理讲，我们过去的概念，台中县那个派系啊，国民党是牢牢的掌握住了。就反而在上一次，台中县的国民党派系就跟民进党合作过了。那这一次呢，更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对于中台湾呐、啊，对台中市赢呐、啊，赢第三都，这是民进党必须要达到的。刚刚赖教授讲的好了，民进党台中市赢就是大赢嘛。相对的，如果台中市没拿下来了，民进党就算大输了，就输了。我这边补充一下哈，其实我觉得除了派系的整合以外，其实胡志强他本身的这个青壮派、青年人，我觉得他的选票流失得很严重。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表示说他就没有办法有作为。其实如果胡志强好好的利用寒暑假，就暑假今年的这一次的暑假，如果他能够把这个青年人的票，就青壮派35岁以下的票。他如果能够重新再整顿回来的话，我相信他的民调会产生一些变化。光讲台中有一点点抽象，要把六都绑在一起讲。台北市我认为是相对稳定，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新北市我认为注定会选，那极度的稳定。桃园他现在看起来我也不太担心。那台南跟高雄呢，我也不担心。高度稳定啊、哦，我也不担心。台中大家这个部分我要讲，如果民进党的高雄跟台南是相对稳定，国民党的前三都是相对稳定，大家就决战中台湾。那如果决战中台湾，所有重兵布置在中台湾，如果这样的结果的话，我认为胡志强有可一搏。国民党所有资源通通灌在中台湾，什么样的资源？人脉资源，你刚提了，对，中央要给他什么承诺？是啊，给他什么资源？现在没有、啊。因为刚才俊宪说胡志强做得不好，我最近几次哈，就这半年来，我最近去了很多次台中，我可以告诉你，我听到不是做得不好，就是你讲的第二个状况，做得太久。没有新鲜感，赏味期已过。可是当我到他们秋红谷去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他们告诉我好不好？好。而且在我新北，我还看不到年轻人骑的那个，无变速的那个街道车哦，脚踏车哦。可是我在台中看到了，就是说他的国际化比我新北快。他在接着台北市的步调在走，所以胡志强有没有做？有，只是那个新鲜感越来越没有。再加上民进党会选举，民进党现在把。胡志强所有做得好，就归功于只有一个七旗，是这样子吗？不是。可是国民党如果没有论述能力，国民党的立法不对，那县市市议员选举，如果没有把在地的资源，这个就不是母鸡带小鸡，叫众星拱月。如果大家都有，你看到最后台中的结构，如果市议员一定还是蓝军强，那如果市议员蓝军强，为什么市长会输？那比方说水阳够细苗嘛。那如果市议员结合了各位所谓的派系，大家一起来挺胡志强。如果国民党再重兵下去，我认为胡志强不会输啊。为什么？刚刚讲过林佳龙跟胡志强的对比，林佳龙输过嘛。那为了他多做四年，怎么会再输呢？就是因为民党会选举，认为说，哎呀，做了13年，我从国小都已经要升国中了，还是这个市长等等，这个选举的论述，民党是强的。国民党如果搞不清楚这状况，也跟着以为说，哎呀，民调输了10几20%。那就让他水蓝够细苗，那就会大败。如果你要有一种逆转胜，甚至于你要有一种将所有的优势在胡志强手里面，他怎么会有输的条件呢？只因为对林佳龙有期待，而不是不喜欢胡志强。那你能不能再创造胡志强的期待值？如果他的年纪大，如果他的执政久，
转换成林佳龙没办法追上来的优势，尤其台中是最有条件国际化的城市。各位，我到台中去，那搭八公里不用钱的公车是多么的方便，是上亿人次啊！嗯嗯嗯，我告诉你，我都感动。为什么？不是因为省那个车钱，是因为它方便到，就让我们到欧美国家那种 City Tour 的那种概念。我认为这些东西，你说年轻人不知道吗？知道，只是说他们会不会把它转换成说，这是因为你胡志强给我的，还是因为这市政换了林佳龙也可以给我？嗯，这个差异性跟凸显出来，胡志强跟林佳龙一定要做，不做的话会大败，做的话还有可能小赢。对。我想这个选战哈，确实是瞬息万变。那很多的这个民调哈，就是说，哎，在这个所谓的竞选期间，哈，双方有差距，可是最后呢，猪羊变色的也不是没有哈。我想对于所有的候选人来讲，当然就要好好的这个全力以赴。那对于胡市长来说哈，就是他认为了哈，他如果不能够当选连任的话，他认为就政绩无用论，也就是说，他认为他做的是不错的。那就像民意说的啦，如果你做的不错，为什么你的论述能力、行销能力，国民党整个的打这个行销战？总是输给民进党，所以你刚才说民进党很会打选举，那为什么国民党老是不会打选举？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嘛，对不对？因为本来打选举就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表现。好，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中台湾哈，中台湾这个戏呢，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更不用说首善之都的台北市了哈。我不知道这个两位教授怎么样看台北市，因为呢，就是说现在国民党确定是这个连胜文嘛，那这个民进党内，因为现在他们两位还正在做这个辩论啊等等的哈，但是以民调来讲，看起来当然还是柯文哲稍微领先。那如果柯文哲去跟这个连胜文的话呢，根据刚才玉荣你的那个，居然是两个人是五五波，哎，也在误差范围内，哎，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史以来这个两位如果是在民调期间算是，而且他柯文哲的这种民调的这个受欢迎度啊，已经持续了好一阵子了，所以赖教授你怎么看？所以我对台北市我就没有像民意那么乐观了。他说很稳定，对，他说相对稳定，他是觉得相对稳定，可是我不这样认为哈，因为我觉得台北市已经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政党的忠诚度快速在下降，那也就是说原来的政党的归属感越来越没有了。对，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哎，你台北市应该还是蓝营大于绿营，所以蓝营一定赢。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在转变，因为就我们的感受里面，我觉得台北市的蓝绿的这种明显的对立的情绪在消失了，在消失当中，在消失淡化。对，我觉得在淡化。在台北，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说强烈的蓝绿，就是我要选国民党或者我要选民进党，而且我要选谁？对，我们也没有看到强烈的政党倾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台北市反而变成一个政治方面，反而它的空间拉大了。空间拉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格特质就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候选人的人格特质，他提出来的主张政见，到底能不能说服台北市市民？因为台北市市民基本上来讲是会比较多时间去想的。好，那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候选人，你提出来的主张到底能不能说服台北市？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那以目前的人格特质来看，我们当然看到，因为柯文哲哦，他的这个民调的支持度高于这个姚文智，看起来是这样子哦。那是因为柯文哲他在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也就是说他特殊的思维跟表述的方式。换言之，也就是说，他对什么事情他该认为对的，他就讲对；认为不对的就讲不对啊。例如说，他认为这个枪击案有人开始，例如说连胜文的枪击案，例如说民进党说，哎，这个东西会不会有问题？柯文哲说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很明显要置连胜文于死的这个枪击案。那你就会发现，他都会在重要的关键的时候讲出他认为他的专业判断。这样的情形就让台北市民，或是让很多年轻人对柯文哲的信任度就升高了。那连胜文当然他也会利用他的年轻，例如说他会觉得他比较注意股票啦，类似这种投资啦啊，年轻人会就是30-40岁的这一段的年轻人，他们比较有兴趣的，那么连胜文会适当的时候也会讲，而且连胜文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适当的时候批马英九。那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批马英九，绿营批马英九不了不起，蓝营批马英九，哎，这个就有市场了。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连胜文也会以蓝营的角度里面来批马英九的时候，他也会有市场出现。可是问题就是说，到了最后选战的白热化，台北市会不会被再激起蓝绿对抗？我倒认为这一届难度比较高。以往这个危机意识可能会再挑起来，可是我认为在这一届，这个台北市你说在炒作蓝绿的对抗，来看能不能把这个情势逆转，然后让连胜文好像因为是蓝营的，然后就扩大。我
不这么乐观。所以我如果请教一下郭正亮教授，刚才因为赖教授认为说，哎，那以后这个蓝绿啊，可能那个界限会相对模糊，在台北市，你会同意这个观察吗？柯文哲也有自己做民调了，跟这也差不多。差不多。那他大概得到浅蓝的支持有十几趴，这个是事实了啊。如果他得到浅蓝的支持十几趴，就比之于过去的绿营人士得到的浅蓝高很多了，这是事实。这个就很重要了啊。那他的政见，因为未来有三场辩论嘛，是，你一定会听到。对，因为我已经稍微知道一些了。嗯哼 ，OK。这个卖个小关子，卖个小关子。知道的越多，因为即将有第一场。对对对。我是觉得他们两个的问题不一样。嗯，连胜文的问题是在于，就是说，比如说台北市泛蓝的这个资深的立委或市议员很多啊，有一些人就会不服了，就说你凭什么？他第一次选就是选市长，马英九也不是这样，马英九还当过法务部长，对对，对不对？那就因为你是连战的小孩嘛，权贵嘛，就说对于国民党的完全的整合，他做得到吗？我非常怀疑了啊，就是说。甚至有一些深蓝的对于他批评马英九是不能谅解，也有这样的声音啊。所以他的问题真的是怎么整合国民党一些资深的人，对，还有一些深蓝比较支持马英九的人啊。那柯文哲的问题是另外一种啊，就是说你要同时争取亲民党跟民进党，这个怎么去说清楚这个论述？对对，比如说有人就会问吧，比如说当你真的如果他真的代表整个泛绿的整合了啊，那人家就会问了，说那民进党的党纲你接不接受啊？而且松山机场他已经表达不同于姚文智的意见了，那未来他要整合宋楚瑜，总要还要答应一些事情吧？那这里面会不会互相打架？我觉得他可能会面对这种问题，而且还包括站台的问题。比如说他可能到时候也要站亲民党的台啊，对，站台联的台啊，站民进党的台啊。那这里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要面对这些东西啊哈。所以换句话说，你也不是很同意说这个一定是连胜文胜，但是柯文哲要挑战成功，其实困难也很大，也要努力，也要非常努力啊哈。那我不知道费委员就是在国民党内的评估里面，因为那个民意刚才说，哎，他认为台北市也是相对的这个稳定哈。那这个您的看法呢？在台北市经过三四十年的选战啊。确实是绿蓝比较大一点啊，这确实哈。当然我也同意啊，赖教授刚才所说的这个，这改变的蛮快的哈，尤其是对年轻人的世代。嗯哼。啊，年轻人世代大概不会看电视，哦，大概也不会看报纸。这我们也讲了，他们大概也没有听的，但是网络对他们影响很大。对。哦。所以当然连胜文相对于柯文哲，连胜文是比较年轻。啊，当然，人家批评连胜文就是说你是公子哥啊，那连胜文现在交的朋友也确实是旁边的很多都属于公子哥型的啊。我在这边，我当然我会支持他，但是我们也还没有，他还没有坐下来跟我们谈呢。我会建议他要找不同的人，啊，举例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学识背景、不同的工作的人，大家共同啊，来坐下来谈谈。我想对台北市这样子的选战，大概很多人是看你的人格特性之外，还看你像不像一个市长。也就是说你提出来的东西是不是 doable， 对不对哈？可以做得到。是可以做得到，所以我是觉得胜文兄可能要在这个地方要琢磨一下，要去听多多听一听大家的声音。他对朋友很够意思，感觉上。可是他的朋友感觉上就是那些人，那就不行了。他必须把他的往他的脉络、人际的脉络能够撒得大一点。能够 mapping 的部分越大，他的外来的声音就会给他的越多。这时候如果他又听进去的话，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就觉得我现在觉得他提的台北市的两个中心，我就觉得这就蛮好的。啊，至于你要告诉人家我要怎么可以把它做到，做到以后我怎么拿这个经验去推广我要去把都市重新的改造这个东西，诸如此类哈。我是觉得他需要再静下心来，要多多的用功。那从这个民进党的角度来讲的话哈，当然了，我觉得哈可以让一个党外人士哈
跟这个民进党磨合这么久，我觉得这也是历史上民进党相对心胸开放的一次。那当然那个考量就是在胜选的机会嘛，哎，才发现说原来柯文哲的人气居然会这么高哈。可是呢也有人会担心说，最后如果真的是由柯文哲代表所谓的这个在野联盟也好，或者是代表这个绿营人士来这个打这个选战的话，真的民进党的资源有办法真的集中在他身上对他完全的支持吗？有的人其实会给一个很大的这个问号。我不知道，我想民进党就是以胜选为考量，胜选考量，所以才会跟在野整合。嗯，这个过去确实是主持人讲的，民进党从来没有遇见说一个党外的那个候的参选人，他有那么高的名气啊，那么高的支持度啊，民进党呢不得不思考，甚至于放弃提名来跟他整合。对，说民进党今天能够走到这一步啊，就代表说民进党确实是在台北市啊，我们有很高的决心了。嗯哼，那。刚像我们节目前面有提到所谓的两岸交流嘛，其实不容否认，两岸交流的利益啊被少数人垄断，形成所谓的两岸权贵集团。嗯哼，这个连胜文就是最受质疑，就是这个部分。哦，你看话锋一转就讲到这个，我想想他要讲什么，原来是要讲到这里啊。我想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是是是。那你再注意看连胜文旁边的，嗯，他的所谓团队啊，不是他的儿时玩伴啊，要不然就是跟他一样都是权贵子弟啊。那真的是金汤匙团队了，所以我想这是连胜的一个必须要受到选民检验的啦。刚刚费员讲得好啊，所谓提出了市政规划，你像他在日本又提出了，要不好像新生高架地下化到刘公郡下面去，这个显示出他对市政的一个不了解。好，那对民进党非常的不了解了哈。这个我非常这个一讲话就大概就知道说，他根本是跟这个社会是脱节的，其实跟大多数的人民是活在不同的世界。那民进党的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民进党现在是这个整合到第二阶段了，到最关键的时候。是是啊，我想主持人重点是在问这个部分。对对对。好，民进党下个礼拜要办三场辩论。啊哈。一个礼拜三场哦。三场啊，密集了。杨文志委员跟柯文哲医师三场，然后6月12号，民进党就做民调。啊，那对民进党最麻烦的是了哈。怎么样？如果啦，有显著的差距，那民进党内部可能做成一个决议。假设柯文哲显著的赢，对，那民进党可能就放弃提名，支持柯文哲嘛。嗯哼。那如果这个差距是很接近呢？民进党目前的规划是用这个民调作为党内。还要再送决策会议，送中执会做最后的决定哦。对，那你所谓接近是多少以内叫接近？没有那个明显规定，没有明显规定，这要有一个看蔡主席的心情啊，看蔡主席的心情。通常是3到5吧，你说太拉太远就没有意义了。没有错啊，如果说你说3%5%，那可能大家都同意说这是一个，因为是对比民调，没有错，柯赢连，没有姚不一定赢连。嗯哼，你知道我意思？我讲，也就是说这个民调必须要能够论述了。必须要能够提出说，哎，谁最有机会打败连胜文啊？但至少民进党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弹性来，嗯哼，啊，所以我想，会不，因为柯文哲就算他最后出现，那因为他跟民进党是这样的一个整合过程，对，其实我想，泛绿选民会支持他了，对，那至于能不能去争取到所谓的中间选民，啊哈，其实柯文哲他自己当初他也提出所谓兔子理论嘛，啊哈，啊，就是说森林里面都是兔子，结果枪声一响，兔子各自都躲到自己的洞里面去，蓝归蓝，绿归绿嘛。那其实今年的因为是所谓的全国大选，台湾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选举，那到最后一定是蓝绿对决，这个态势会出来。刚才那个郡县发言人说，你认为如果真的是柯文哲出现的话，泛绿的阵营的人士应该会支持柯文哲。可是那个沈富雄沈大佬说啊，如果是柯文哲出现的话，他一定要出来选。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泛蓝。刚才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绝对没有攻击意味。民进党在台北市是希望打败国民党，还是要赢得台北市？对。如果你要打败国民党，你们说的策略我都尊重。如果你要赢得台北市，你们主席刚刚上任才跟你讲，第三点重大任务，培养执政的人才，首都你都可以不要，你怎么培养人才？姚文智会输吗？姚文智既然可以打假球变成真选手，你怕什么呢？打假球了，就是我的看法。我要讲，姚文智可以哇，把这个机场搬走变公园，这样挥一挥，就民调突然上去，你怎么知道他挥一挥不会赢连胜文？巨献，我要讲的，姚文智委员是很用心。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很用心，请问民进党的主体性在哪里？假如今天国民党在台中。或者不是所谓的在野大联盟出来一个说，哦，民调高到不得了，国民党说为了要赢台中，
要提这样的人，我一定要批判国民党。嗯，那你永远什么？你永远都在那边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我回答你了啊。对，巨剑，培养人才不是赢得一次选举。培养人才是要把你这个政党的核心价值植入在那个城市里面。我这次输，我下次要赢回来。嗯哼，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这次就要赢回来了。你这个论点跟这个吕副总统是很像的。当然，所以我支持吕副总统，可是没有办法。吕副总统现在呢，他还在考虑哦。你不要怀疑哦，他在考虑，他没有说他不选哦。好，最你是不是讲说，民进党在台北市就是一个市，就是骗？骗我都不敢，不，我骗我都不敢。但是我要讲到说，他，我现在问的说，你是要打败国民党，还是要赢得台北市？如果你要打败国民党，你所有的操作都是对的。可是你要赢得台北市，台北市民想想看，他说，连胜文只不过是连战的儿子，对不起，那柯文哲只不过他不是连战的儿子，他们两个什么差别？差别太多了，差别完全不一样了。连胜文他必须受到质疑的。对啊，我再请教你啊。他爸爸当然那些的财团的叔叔伯伯到北京去了。如果有一天台北市民的利益跟财团的利益冲突的时候，连胜文站在哪一边？嗯哼，连胜文你爸爸跟北京的关系那么的错综复杂，嗯，对不对？如果有一天台湾的利益跟中国冲突的时候，你会站在哪一边？台湾利益跟中国利益冲突应该在2016拿来讲。连俊，这个柯文哲跟连胜文谁的挑战会大一点？但柯文哲挑战会大一点啊，因为其实连胜文现在没有什么争执的地方啊，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嘛。那这个部分，我想国民党已经取得共识。连胜文最担心就是国民党后面扯他后腿嘛。那现在这个疑虑他已经消除了，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认为国民党会再伤害他什么。但民进党相对来讲，我认为民进党有他的困境存在啦。我俊彦他的说法其实一直在强调连胜文部分，但他一直避谈你刚刚所提到的，比如说跟柯文哲之间，或者跟姚文智之间。那现在我比较看到的问题是说，民进党他可能会从党中央到台北市长选战，他会陷入一种矛盾。我所谓矛盾，比如说像姚文智自己曾经提出对所谓台北市长选战人选初选的那个说法，那你现在成为这个党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要不要改变你的说法？对，柯文哲也出现那样的矛盾。我曾经讲说我要赢多少趴，现在他感觉把这个拉锯进来。这个差距给他小，蔡英文也面对所谓在两岸政策上面的那样矛盾。那我会认为说，如果你这个矛盾不赶快解决的话，事实上你很快，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时间点了，尤其在这个所谓台北市长这个选战的部分。但我相信啊，那个问题只要姚文智跟柯文哲两个人，只要如果能愿意协调好或怎么样，我相信党中央不会介入太多，因为他基本上是赢得选战。不过我认为陈明义兄讲的那个是，我认为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想要把国民党拉下来嘛，不是立民进动。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去告诉人家像我的主体是什么？而且柯文哲如果他真的当了市长之后，他不遵从你党的旨意的时候，你怎么办？好，今天非常谢谢几位来宾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讨论哈。